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天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焦挂仙。即阵啊，早暗天气拢愈来愈凉，冬天咧要开始啊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冬。立冬汉字写作立冬，罗马字写作罗一立，德安当立第八条，当第一条。立冬差不多拢伫新历11月初六到初八迄下昼。立冬到表示冬天来啊，不过立冬前后天气有时嘛是够真烧热。而且咱民间有站月小阳春安尼讲法，咧讲古历站月时天气够真烧热的现象。咱人无用一冬，身体会较酸。民间风俗会借这个机会来补一下身体哩。俗语讲“补冬补喙空”，一般食补拢食麻油鸡酒，也是素不辣、八丁、十全。不过咱嘛会伫市场看到遐个姜母鸭、羊肉炉的，人客是安尼那拍香哩。入冬了后，稻仔拢收成煞，看到白树，互人剃光头同款。即阵就是人讲的稻成熟，入冬蚕头空，爱予田地休困一阵仔，等后摆要搁种作的时，才过来无闲。古历十月即阵仔，咱人为着要感谢上天的保庇，要祭拜祖先和无主的孤魂，民间开始有做酒、写平安的宗教活动，场面拢足闹热。阁有一句俗语讲：“立冬收成期，鸡鸟开啼。”因为立冬的时候，稻仔大丰收，鸡仔、鸟仔看到有汤食，就会足欢喜，欢喜甲较敖啼叫。柳立冬做酒，十月小阳春，补冬补喙空，稻成熟。入冬蚕头空，入冬收成期，鸡鸟开啼。哦，入冬的时阵，有真侪大鸟会为北平飞来台湾过冬，我嘛要来去欣赏这的鸟啊！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安怎？哦。飞灵机啦！